哎，大姐，大姐，请问这村里面有个叫花的人吗？你认识她吗？你喊哪个大姐？哦，我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是个小姑娘啊。我是近视眼，今天忘了戴眼镜，对不起啊，我看错了。你谁呀？你找她什么事啊？哦，她是这个村里面的吗？你认识她吗？她是啊，你找她什么事嘛？哦，她是我亲戚，亲戚，我就是想过来拜访一下。亲戚？我看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？我怎么没有见过你啊？你没见过我，你难道你认识他吗？你们是一，难道是一家的吗？是啊，他是我妈妈。是你妈妈？这么巧吗？对啊。那等一下，我找个照片给你看看，你看是不是他？你有吗？有，等一下啊。哎，找到了，找到了，你看看这个是不是你妈妈？嗯，这是我妈年轻时候的照片。是他吧？嗯。哎呀，那太好了，太好了，终于找到了。你怎么会有我妈妈的照片啊？其实这个照片是我爸爸啊，一直留在那里的。你爸为什么要留我妈妈的照片啊？这个说来话长啊，这个其实你妈妈她以前是我爸爸的初恋，所以我爸爸一直留在家里。怎么可能？不要开玩笑了，这是不能乱讲的。没开玩笑怎么办啊？没开玩笑，没开玩笑，这个事是真的。但是我们没有其他恶意，就是，我爸他只是想知道你妈妈过得好不好，然后我就偷偷的跑过来看了，来打听一下，然后。我爸爸他并不知道我过来了。你回去吧，这种事情以后就不要来问了，这种事情。哎呀，没事的，妹妹，没事的，真的没也不会有什么的，就是我们也不是说要对你们造成什么影响，是吧？是，只是想看一看，是不是？看一看你妈妈过得好不好？你停一下嘛，妹妹。哎呀，你回去。哎，慢点，慢点。哎呀，你这个，哎，慢点，慢点，你看你这个是摘的豆角吗？对。哎，你慢点吧，小心点，那我帮你背马好不好？来嘛，我帮你背嘛。不用，不重。哎，那你小心一点啊。你回去吧，我也要回家。不行，我要跟着你去看一看。哎，妹妹，你能不能听我说几句嘛？我没有恶意的，也不是骗子，你放心好了。哎呀，你快点回去嘛。哎，我只是想解开我爸爸这几十年的一个心结啊，他一直惦记着你妈妈的这几十年啊。你都几十年都过去了，还要惦记干什么嘛？而且你说的这些我都不知道是不是真的，我也没听我妈妈讲过。你快点回去。哎，你听我说一下嘛，行不行？哎，不要说了，哎，我好累，我想休息一下，行不行？我在你这坐一下吧，好吧？那你坐一下，你休息一下，你要赶快走啊！好，那我坐一下。要不要喝一点水吧？有的话那最好是喝一点吧。拿一点水，你喝了赶快走。好，谢谢啊。谢谢。你快点喝。嗯。还要喝吗？不喝了，这个水是甜的，挺好喝的。山里面的水。他们是这样的，就是在八几年的时候，他们是去广东打工的时候，在火车上认识的。我爸记得很清楚，他说，就是坐的那个闷罐车，就相当于现在的那种油罐车一样。那时候，那个绿皮火车是要碰运气的，那个闷罐车里面又没有座位，全部都挤在一起，全是人。就刚好你妈妈跟我爸爸挤在一起了，然后因为去那边要坐三天的车嘛，就这样他们两个就认识了嘛。然后刚好我爸在车上那个钱包又被别人偷掉了，身无分文，就吃喝都没办法，然后就全是花的你妈妈的钱。然后到了目的地以后，你妈妈又帮着我爸爸找工作安顿下来，然后就这样。坐那个闷罐车的事情，我以前有听我妈讲，他们出去打工是要坐那个闷罐车，要坐好多天。但是他没有讲过，就是说有在路上遇到你讲的这个事情，没有讲过。他那个时候我们不听话嘛，就是教育我们好好读书，他就告诉我们出去打工很不容易嘛。他有讲过坐那闷罐车很辛苦。是那时候坐那个很辛苦，就是相当于一个封闭的环境下坐几天。家里有事就回来了，就只给我爸爸留了一个地址，留了一个照片，然后他就走了，就这一走就再也没有联系上，这几十年就过了。但是我爸跟我说的，他这个地址他写信以前是写过的，写过好多次，但是一直没有回信。
事儿，所以一直就心里面惦记着，就时不时以前还和我说起这个事，就我就感觉这事儿就他这几十年都是他的一个心结一样，所以说我觉得就替我爸来这边看一下，但是这次我爸并不知道。现在这么方便嘛，以前他们又没车是吧，路也不通，所以他也跟我说过他想过来找的，但是后面还是没来，在后面他就跟我妈妈结婚了。其实我妈妈也知道，妈妈也没觉得有什么，是这么多年我妈妈说知道一个结果也好。我帮你一起问吧。要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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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要得不客气不客气，你我在做嘛，我在凉快一点。没事没事，外面也可以，外面也可以，没关系，不要客气不要客气，外婆婆，我就在那儿坐下就行了。不要管他嘛，老公不要管他。好，我就在那儿坐下就行了。老公你们好多岁了？你们两个快到80了。你们两个身体好哦，都精神的。还行。你是家住哪里的人？我是重庆的，重庆的。刚才过来可以找瑶瑶聊天吗？我专门过来找他耍。就晚上就我这里吃饭。吃饭了，那都不好的，都给你们添麻烦了。这边这超市没什么买的，就小超市，我看就随便买了点东西。这样太客气了，弄得我都不好意思了。没事，这又不是给你买的，这是给外公外婆买的。那我就谢谢你了。为什么多东西嘞？哇，你又在。没事没事没事，我放在那里面吃。没事没事没事。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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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们怎么这么客气啊？把鸡都杀了。我也不想弄啊，外公外婆让我弄的。这鸡都已经杀了，你现在走得了吗？外公外婆都以为你是我男朋友才杀的这个鸡的。那咋办嘛？我看你这么凶，凶到外面。没有啦，我就是平常说话嗓门比较大而已。那难道你就是传说中的传语暴龙吗？那我不吃还不行？那肯定得吃啊，都已经杀好了，土鸡自己养的。妹妹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啊？药酒哦。那不敢喝，我要开车。好吧，那快点吃。好好好。哎呦，你这个是单独给我弄的吗？不是不是，
我们这个后面有一个孤寡老年人，对吧？他没有儿女的，外公外婆弄了饭，我们就会盛一碗给他嘛。哦，那你要给他弄过去吗？对对对，我现在先给他送过去，你先坐着跟外公外婆他们先吃嘛。我跟你一起去吧，回来，我跟你一起去，我跟你一起去。杨洋，啊，你每次都要给他送饭过去吗？没有，就是家里面做了好吃的才给他送。哦，这样子。对。那你挺有爱心的呀，还是？一个村嘛，然后帮助一下嘛，有的时候照顾一下嘛。哦。你要跟着去吗？他们家有狗哦。没有拴起来吗？难道？没有拴，没有拴。他可能见到陌生人会叫的。你怕不怕狗吗？我怕，我上次被狗咬了。那你在这里等我嘛。我马上就在这个竹林后面。好好好，那我等你吧。好好好，嗯好。嗯。老婆，你们现在种庄稼了吗？种的，都不刷机的，种的庄稼。哦，之前你是不是那个一个女儿在广东打过工的？哎呀，你干什么呀？你先吃饭好吗？吃饭，你吃肉啊？哎呀，吃肉你吃鸡呀、啊？好，嗯。吃饭的时候就不要聊天嘛，我这个鸡烧的不好吃吗？难道？好吃，好吃，好吃，嗯。哎，我够了，够了，够了。瑶瑶把外公喝高兴了，不停的在我面前夸瑶瑶。没事没事，没事没事，不方便给你们添麻烦了。没事没事，请他说。哎，下次我来陪你喝两杯。下次陪你喝两杯。祝你一路平安。好好好，一切顺利啊。好好，谢谢谢谢。瑶瑶，你说两下嘛。不用说，不用说，不用说。开车的话，你慢一点。那我下次还能来找你吗？你下次过来。不能在外公外婆面前聊这种事情的，好吧？行行行，你过来玩可以的，嗯，好吧？行行行，其实也没什么的，就是我爸也不是说要有什么，只是想知道你妈妈她就是怎么回事，因为她以前写过信，然后都一直没有回信，所以说她担心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，心里面一直比较担心，所以说我就想过来看一下。我会问一下这个事情的，嗯，空了你可以过来玩。好的好的，好吧。好的，你外公外婆非常热情，真的。哎，他们爷爷、我外公外婆他们都很善良的，特别善良。是是是，下次我来陪你外公喝两杯。好好好，好，拜拜。好，那拜拜。